好，我们继续开会。那我们已经进入逐条审查的部分。那我们现在逐条协商啊。好，我们现在的进度是法案名称啊、哦，那有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亲民党、叶一金、黄伟哲、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跟戴瑞龙委员啊、哦，有提了不同的一个法案名称，请各位表达意见。那等各位表达意见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来，有没有什么其他？哎。来，那个曾委员，谢谢主席。等一下，我再把议事规则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啊，就是大家有意见要表达，就请举手。那这个大家意见都表达完，好，我们再做处理。然后原则上啊，第二轮要发言的啊，我们会尊重第一轮没有发言的委员。来，开始，来，曾委员。好，谢谢召集人啊，叶部长，各位委员，大家好。国民党团提的名称是《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啊，这是党版的我们提出来的名称。那为什么这个名称就是第一个比较中性，那不要臆设立场了？那你说叫不当党场，其实后面处理的时候可以进去处理。那一个名称啊，我相信国外立法例也很少这样子，有不当党场，基本上它有一个不确定的概念，那针对性太高了。我谢谢。那个要发言的请举手一下，那个林立常委员，来，接下来徐冠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那个延续我们曾委员的那个谈到所谓的不当党产，因为今天刚好部长也在现场，那我们也知道部长是法律的专家，法学专家，不晓得这样的用语，待会部长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适当还是不适当，在法规上面可以这样。还没下定论，可以先用不当这两个计划吗？这两个字吗？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必须要听我们的专家讲一下，必须要回答。谢谢。那个徐冠委员，来。啊，如果当的话，有什么好处理的？当然是不当才要处理嘛。还有，不当在立法里有没有多得很？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啊，单单的一个刑法。刑法所规定的全部都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那本来就是负面规定嘛。所以有正面表列，也有负面表列。所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觉得这个名称才是正确的。哦，那所以有关这一方面的啊，我刚刚看这边有一些修正动议啊，会提出来，就是我认为还是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再强调，当那没有什么好处理的，要处理的就是不当的。所以显然不当处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才是一个正确的法律名称哦。好，那个黄国昌委员，有说明一下，时代力量之所以把它取为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财产处理条例的理由是，揭示这个法规它的目的、它的范围，还有它处理课题的对象。那因为在有关于财产所有权属于的部分。包括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那这个条例本来处理的就是不当
取得的财产。如果正当取得的财产，当然没有用这个条例来处理的必要性。那这个法规的名称，我觉得只是揭示了它的立法的目的，要处理的课题的范围。那至于说当或者是不当的评价，那个是在接下来在条例的内容当中进一步去认定处理的问题。好，那个来吴其明委员。好，主席。针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修正动议已经早上讨论了那么久是不是已经可以进入我们逐条逐条 来处理在这本席的看法会当进入我们的逐条的讨论啦好那个姚委员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名称啦当然其实大家名称出入不大不过我觉得特别针对刚刚曾明忠委员他提的2005年这个世界各国处理转型正义真的都处理很久那很多的法案在不同的这个政治的运作或者文化里面都被提出来那我念一条2005年韩国通过的叫做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所以他其实是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他碰到的问题他其实也有点特别法的概念那国民党提的东西叫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这不是不行不过这个比较在我们的政党法里面相关的篇章处理其实就够了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转型正义那世界各国其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立法例那刚刚徐委员说的如果是正当的财产其实没什么好放在这里讨论但当然是不当那不当党产也涵盖他的附属组织了所以我认为主席我认为就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个言简意赅我想非常清楚那个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那个曾委员谢谢刚刚几位委员的指教了基本上当不当我认为可以到实质的条文去讨论的。那刚刚姚委员提到了那个是韩国一致对外亲日的部分嘛。那老蒋我觉得既然要处理其实国民党也愿意但是我意思是说刚刚徐委员讲的有道理但是那些都不是政治性意涵那么高的法律啦。那我意思是处理就处理了你也不一定这代这在法条上面就讲了这个讲了这么一定要用这么不确定的概念了。不过刚刚我们那个李委 也要请这个叶老师这个指教可能要请他先表示一下意见。请叶老师开始。好了我们这个都讲完了我们再请行政部门这样比较大家可以比较充分的讨论。来黄委员。喂 ,OK, 没有从学生时代就很尊敬叶老师啊。不敢插嘴不过请叶老师就是请部长表达意见以前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法规范的名称基本上就是在标示他要处理的对象嘛那第二个在法律的用词当中去标示不当给他处理的对象有一个确切的这也不是在这次的立法里面才有在2006年本院就已经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判断计匪谍审判条例案件补偿条例在法律的用语当中也出现了不当这样的字它就标示了说我要处理的就是这些不当审判的案件那所以在我们的立法先例当中也有了它只是标示整个处理的课题对象而已那至于当不当还是在后面按照整个法规设计的程序进一步来认定嘛好我想要提到刚刚曾委员讲的说政治性的问题不过我要问说国民党有多少党产的取得是用政治手段取得的他如果是用正式的民事的手段用买卖合法去拿取得的那都没有问题嘛国民党就是有太多太多他们自己都承认了用政治不法手段拿到的嘛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理由说啊我们这个不能用政治解决不要有政治意涵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政治依然在里面很正确因为国民党就是用不当的政治的手段取得的嘛所以我还是很坚持说这应该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还是要把不当放进去好
那个，我再回复一下好了。因为我相信，我也赞成，我也认同国民党的党产有一部分是过去或许有争议，但是也不是徐委员讲的每一样都每一项都是不当手段拿到了，听你这样讲，好像每一个百分之百都是不当拿到了一样。这样讲，好像每一项都是不当，未必啦。我们讲实在话。但是至少你不需要在名称上这样标示它了。我想哈，我们今天是在立法院里面处理法案啊。那委员的发言，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针对某一个政党，然后而且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就说这一个政党一定怎样怎样，然后要这样子污名化。我想我们可以很客观来讨论。我们今天有这个法学的这个教授在这边哦，也是我们的部长哦，我相信他会做一个很公平客观的回应了哈。那我们是在审法案，我们今天不是在开记者会了，所以我们的讨论我觉得回到一个中性，我们立法怎么样的立，而且这个法应该不是适用只有一个政党适用吧。如果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到底未来在整个政党他的财产的处理方面里面我们想要去监督，那今天国民党党团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你怎么知道有的政党他现在的财产看起来没有问题，未来他在运用使用上会不会出现一些状况跟问题，或者是你怎么知道有些政党你确定他现在所有的他取得的方式都是合法的，都是没有不当的。所以既然是一个立法，我个人认为立法那当然就是要一体适用，不是只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政党来立法的嘛。那所以在名称上，我想早上的讨论其实也有人提到说内政部今天的报告算是持平的，就是说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一个政党而来，这一点我们很佩服。就是说基本上行政主管机关就是应该要维持客观跟中立，而立法院的立法我们是最高的民意机关，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追杀某一个政党来立法，而是为了将来我们觉得如果在政党的财产部分我们需要民意更强力的监督，我们需要立一个特别法来监督政党的财产，那我想我们应该是要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大家来讨论。那监督当然是每一个政党都监督啊，不会只监督某一个政党啊，是不是应该基于这样比较客观公平的立场我们来讨论我们整个法案的名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看起来其实每一个政党他想要处理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提出来是党产，有的呢包含了附随组织，还有他的那个财产调查及处理条例，就每一个法这个划定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名称也决定了这整个法我们要处理的对象跟范围。那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充分的讨论？谢谢。是这样啦，要立一个法，可以针对他立法的目的性的角度来给他看。当然是要处理不当的党产啊，正当的党产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正当的党产当然没有任何人的正当党产，任何政党的正当党产有可能需要去处理嘛？他就照现有既有的法体系跟法秩序，在社会上依照他正常的程序就处理了。所以我们这个法一开始就是标示我们要处理的党产是不正当的党产啊。所以我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它既很清楚的表示了这个条例他所要处理的范围跟他要处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要这样才允当。那到底谁的党产当，谁的党产不当，那要调查才知道啊。所以也不是说有这个条例名称之后就是代表说这适用在哪一个政党头上，所以也不用自己对号入座。所以我是觉得还是维持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以上我的意见，谢谢。好，那我们请行政部门表达一下意见。来，那个部长，那个麦克风给部长。谢谢，聆听各位的高见。那
仅代表啊，仅代表行政部门主管机关啊，对这个议题表示意见。法律的名称基本上就是能够反映出立法的目的跟立法的标的，只要能把这样子的立法目的跟立法的标的诠释清楚，事实上法律的名称啊，靠大家的智慧把它能够形成，那从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看啊，都可以接受啊，那也愿意在这个议题上啊，能够尊重啊这个大会的决定。好，谢谢。好，这个因为大家意见还是很分歧的哈，那我建议哈，我们用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大家有没有意见？好，那国民党党团保留，我们这一条先暂保留啊，那我们回头之后再来处理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充分发言。好，那接下来党员名称吧，我们现在第一章总则，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嘛哈，这个总则嘛，大家意见都差不多。哎，好，第一章总则，只要章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好，第一条，来，我们现在逐条进入第一条，来，请各位委员表达意见。来，各位没意见我就来，来来来，我赞成主管机关还是在行政，我跟各位议事程序我做个说明，我们现在在逐条协商啊，所以既然是协商就没有表决啊，那我们就在做协商的过程里头来寻求最大的一个共识，那请各位充分发言。好，来，那个徐国勇委员，我觉得这个转型正义啊，那么必须要把它给强调出来，所以我认为说落实转型正义啊，那把它定在第一条，也就是我们很明白的把为什么要处理不当党产的整个核心目的啊就给点出来了。我认为说为调查及处理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并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条把立法目的写得很清楚的话，我赞成，应该是这个样子了。来，大家没有意见吗？来来，我们是希望定的比较中性一点的，就是如同其实我相信民进党的各位先进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建立政党的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政党的财务状况。我在想，包括在座的每一位民进党先进，他的目的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们是希望用国民党的党版，他是为了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政党财务状况，确保政党之组织及运作符合民主原则，所以特地令本条例，谢谢。我们有条文对照表哈，各位来，因为这个条文实在是太多哈，这一本，那我为了方便让大家那个审查顺利起见啊，我一定会先跟各位讲说，因为厚厚的一本，我一定会先念一页数啊，那第几条？那这个让大家假如有不清楚的话，就马上举手啊，那我会请议事人员。这个就近协助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审到第三页啊，跟第四页啊，到第几页？第八页、第九页。第八页、第九页。好，这个议事程序我再说明一下。我们刚刚在条文宣读的时候都已经宣读过了啊，那条文当时的对照的条文也都宣读过了啊，所以没有这个。这个只是这个条文太多了，我们刚刚花了一个多小时把它条文全部宣读，那怎么对照条文都宣读过了，我们就按照我们宣读的程序来进行。来，吴秉惠委员，刚刚曾明忠委员讲说要照国民党党团的提案，我是不赞成，因为他的提案里面写的说还要健全政党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义务要帮各政党健全他的财务状况吗？所以我是觉得还是照刚刚讲的啦，要落实为调查及处理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并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是跟这个条例要立法的它的原意跟它所要立法的这个比较能够清楚和能够契合。最重要的是一样，这个法将来会牵涉到另外一个法，就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这个中间这样互有对照，这样子的话是比较一致性，所以我是赞成徐国勇委员的这个意见，谢谢。来，那个王委员。我想有关于立法的第一条都是立法的意旨哦，所以立法的意旨这边，我觉得大家应该花多一点时间来讨论。现在看起来各版本描述的方式其实都是不太一样哦。时代力量、国民党团、亲民党团各委员的版本有一致性的很少，好像黄伟哲跟这个郑宝清他们两个不晓得是同一个版本抄来抄去，然后很像。那其他的呢，其实文字上有蛮多的出入的。那在这边呢，国民党党团呢，我们刚开始就强调了，我们的名称也是中性的，所以当然呼应到我们的立法意志，我们也会用比较中性客观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我们觉得之前大家也在讲嘛，就是说大家政党要有一个公平竞争，这样子，这个我们都同意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摆在我们开宗明义的这个第一条，就是为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健全政党财务状况，确保政党之组织及运作符合民主原则，特制定本条例。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吧。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追杀，我们的目标是要去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党的公平环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党团提案的这一些文字内容其实也都还蛮中性的，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第一条，因为是开宗明义哦，其实还蛮重要的。通常在法案的第一条的开宗明义，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就先表达，我这边先表达我的意见。那个陈委，那个再表达一下哈，民进党党团这边希望能够放进落实转型正义，落实转型正义这个字眼非常的中性啊，这个字眼里面有任何的追杀的意涵吗？是没有的。而且落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是现在联合国今年度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啊，现在正在要求所有的民主国家里面要能够实践这个转型正义的议题，所以这个非常中性啊，看不出来这个文字有任何的不中性的地方了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文字说这样子，就是表达出清清楚楚。但是，请王委员不要误会，这里面没有不中性的地方。我也觉得是哪一个版本？你现在讲话，现在加了一个修正动议。这个主席，我的想法是这样：蔡英文总统说3年之内哦要完成落实转型正义，我们这个法条是。只适用这3年，还是未来长长久久都要适用？如果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讲的，3年之后要完成转型正义的话，第4年未来3年之后，是不是转型这四个字，转型正义这四个字是不是有需要？我们这个版本只用3年，还是适用未来，也适用未来所有的政党？哦，还是说只针对国民党？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修这个法条，就不要有针对性。哦，我们现在是在逐条讨论。那除非民进党现在的执政党没有自信3年完成落实转型正义，否则第一条就加入落实转型正义这个字，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是有针对性，二这个法条如果是适用长长久久，是不是有必要落下这四个字以上？好，那个黄国昌委员。因为其实大家在争论第一条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各个不同的提案，它里面所设计要处理的规范对象到底是什么。那以中国国民党的条文来讲的话，他们事实上要处理的是未来财产的处理，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今天所提出来的条文，事实上是把他们当初所提出的政党法里面就有关于党产处理的那些条文，把它拉出来，然后弄成一个独立的法典。但是除了中国国民党的提案以外，其他所有的提案都是在处理过去所取得不当财产的处理，
那既然着重在过去所取得不当财产的处理的话，当然在立法的目的当中要去清楚的揭示落实转型正义，或者是时代力量版本是用实现转型正义，不过这些文字我们都不坚持了，就是这个立法的意志要把它清楚的勾勒出来。那第二个部分是我刚刚看到那个民进党有一些委员然后把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啊，那我的建议是，就是我在第一条的部分，因为这个修正动议跟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在立法的精神意志上面是一致的，这个我赞成。那我只是建议说，提修正动议的委员们考虑看看说，因为我有发现后来要处理的客观范围上面是除了政党以外还有他的附随组织，所以在第一条既然已经要接触他的立法目的，那让整个规范的对象客体如果能够更确定的话，在第一就是说在条在法在这个法案的名称上面你不加，但是在第一条的时候，你如果后面也要处理附随组织的话，看是不是要考虑像时代力量的版本一样，把那个积极附随组织也放在第一条的条文当中。好，那个来那个王玉明委员。好，那个刚刚李彦秀委员提到的一个重点，我请大家一起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立的这个法，是从立法通过之后，未来所有的政党都会适用，而且适用是长长久久，还是我们今天所要立的这个法，只是想要去追究某一个短暂的时间点，某一个政党他的财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在立法院立法，到底我们的这个法，我们想要适用的对象范围时间有多长？那所以如果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未来长长久久的制度，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政党，我想这个部长以上应该很了解，我们现在政党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在座在立法院这些政党，我们的政党的范围非常多，未来台湾这么民主蓬勃发展的社会，你很难讲。你看我们在做这个时代力量黄国昌主席，对不对？过去没有时代力量这样的政党，我们难保几年之后，您的茁壮会变成是台湾可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政党。那很多人捐书到时代力量的财产里面，这个捐书给你们的财产里面，未来会不会那个所有捐书的过程，通通都是在我们的法令规范里面？这个大家都很难讲了哈。过去这个，所以不是我们今天立这个法，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到底我们想要让这个法适用有范围有多广，是不是所有的政党？而且他想要持续的期间有多长？还是你只是想要去追溯过去某一个单一时间？那国民党的立场是，既然我们立法院要立法，当然是立一个长长久久，未来每一个政党都可以适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谢谢。来，姚文智委员。好。来，吴平瑞。其实这个未来时代力量如果可以发展那样，我们也在这里预祝哈。这是台湾100多个政党在民主公平的原则竞争底下，好，它的长远的发展啊，大家都有那样的一个期待。这些毫无意义，这些哈都不在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内啊。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国民党的版本啊，为什么刚刚一直主张啊说要中性？为什么说要可长可久？为什么计较说不当党产条例、不当党产呢？不要只有处理三年，要处理以后？其实它的关键在国民党提的第七条啊，其实它是一个不当党产要合法化的条例啊，是国民党背后刚刚讲了那么多的理由啊，就是第七条，他们过去所取得的不当的投资或不当的取得的党产呢，要透过第七条长长久久的让他们可以信托、可以转让，可以变成他们永久的财产。司马昭之心啊，虽然我们在第一条还没看到第七条啊，但是现在我们在讨论不当的，但是国民党呢，诸位委员，我想你们背后啊，就是要把不当的党产啊变成合法化啊，透过这个你们标举的名称，所谓中性可长可久的，叫做政党这个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想要透过大家在推动转型正义的时候，把你们过去啊，这个强夺自人民台湾这块土地上的资产呢，
完完全全合法化，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这个未来不要这样子。今天这个不是记者会，我没有在开记者会，我没有在开记者，我的意见就是如此。刚刚你讲了两遍了，好，我有扣你帽子吗？你的第七条不是这样吗？各位委员，你的第七条不是这样吗？好了，各位委员，各位委员，王小姐，你的第七条不是这样吗？那个各位委员，好，我就是就法论法。我们现在在现在是主席维持一下社，主席维持一下。是啊，主席维持秩序。现在是我在发言，还没结束啊。那个各位委员，那个麦克风哦，没有拿到发言的，请不要拿麦克风讲话。好，这个大家互相尊重。那姚委员，我们今天是在进行，我最后一句话就好了。好，我们要进行逐条协商。我最后一句话就好了。刚刚有提到说，蔡总统说三年要出席转型正义，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三年以后不处理，不能够长长久久？错了，未来任何一个政党在三年之后，我们这个不当党产条例还被发现，你还被发现有这个不同的窝藏在哪里的财产，而取自台湾人民不当的资源、不当的党产，一样要按照这个法令啊来归还，这也是长长久久。只是我们希望在更快的时间内，我们的转型正义已经等待几十年了，我们已经等待几十年了，不要再拿各种理由在这里这个推脱。好，那个吴秉睿委员，我刚刚先举手，我现在是那个条文哈，我们党团这边要动议一个修正啊，我先讲完之后再把这个给你。现在要在原来你我们那个提案的版本底下，未调查及处理这个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这第一句的那个未调查及处理政党，后面要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之财产，所以要加几个字，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也把时代力量刚刚黄国昌委员的那个提案也包含在里面哈，这一点啊，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书面啊，来，好，这是民进党那边就撤掉了哈，哎是，好，这个好，各位还没有要发言的没有？来，陈昌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呐、啊，我刚刚看到念诵版本里面呐、啊。他说：“如果促进哦，这个是促进转型正义的，还是不当财产呢？好、哦，他这附随组织，你要行政院里面，来设置委员九人，还要行政院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啊？那部长不是看不起你？这是行政院层级的嘛？啊？”不是第一条，我今麦来的，你都要和你讲，因为这后摆是行政院提名，行政院在处理的嘛。你内政部长把他叫来这边，刚刚上任而已，给他多了解书啊，这个不算叫他人，这你是在行政院下设委员会的啊。好，我们尊重。好不，哦，那那都要层级的啊，你给啊，你别去。走到行政院级的时候，就要行政院派人来参加嘛。你看他一直点头了，部长很认同我的意见啊。好，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表达？来，那个，我来，我宣读一下，来，我宣读一下，来，我宣读一下啊。他刚刚有交一份到主席台来。我宣读一下啊，第一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啊，顿号，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啊之不当党产之取得，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并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提案人啊，这个李俊毅等委员，还有那个吴秉睿委员。这个修正意见，大家有没有意见？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通过哦。啊，好，那假如有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是第几条？第一条保留，好不好？第二。
第一条保留，好不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好。那第二条，保留。所以要保留。等一下，我再宣告一次啊，大家没听清楚。第一条暂保留，哦，我们等一下再回头，等完之后我们再回头再来处理啊。第一条暂保留，好。啊，我们这个第一条暂保留，啊，那我们等这个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回头处理。第二条在第九页啊，大家看一下，第九页到第十三页啊，各位有没有意见？来，各位有意见可以表达，哎，好不好？来，那个。这边那个语义其实我们看得不太清楚，是不是可以麻烦这个提案的委员可以讲一下？因为像这边都提到说什么政党财产之处理，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现行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这个是什么样的法义？可不可以请提案的委员说明一下？你们民进党这么多委员提案，没有啊？这个民进党的版本都这样子啊？来那个黄国昌说明一下。来，那个吴秉睿委员。是这样的，因为民法上面有关于一些财产的回复，它有请求权的时效，那一般正常的请求权时效是15年，那这个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在过去啊，在白色恐怖时代啊，这一党独裁的时代啊，时间很久，它远远就超过这个期间了啊，所以一个过去不当取得的这个党产哦，如果你照民法的这一些时效期间的限制哦。啊，已经都没有追溯的可能性，也没有办法回复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规定说，我们这个对于这种不当取得财产的处理跟权利的回复哈，除了本条例另外另有规定之外，不适用其他法律有关于权利行使期间的规定，就是把这些时效等等的期间哦，啊这一些排除哦，以免这个条。立定之后，完全没有办法有适用的空间。好，以上说明，谢谢。好，那个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这个是不是？主席啊，像第一条还是其他几条？这边有关于内政、财政书啊，怎么只有我们内政部长一个人在这边？那财政部长有没有来？这很重要啊！如果查财产。哦，资金流向还是以前的。你有什么问题呢？别要回答呗。啊，不是啦，不是别要回答啊，是啊，你要拿出你们的看法，都是部长级要到了，为什么只有内政部长好像没有来的样子？都来。不啦，要以部长级，我本来是要要求行政院长级的啦。啊，你把我们的内政部长啊这样留在这边，其他没有部长来啊，你那丢。好啦。维持秩序啊！我当然因为今天部长在现场，我有几个法律上，因为这个部长也是法律出身人哦，也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哦。法律权的行使事实上是一直要法律权事实上是必须要分立的。那我们第二条这个法令哦，对于未来法律的秩序的破坏哦，到底有没有影响？因为我不希望这个法。变成一个特例，影响了这个法律的我们五权分立，因为这个法后续我们好几个法条审的部分，就是已经是行政跨越司法权。哦，我担心的是这个法条会变成一个案例，未来如果是这样认知的话，未来所有立法院的立法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也可以做同样一直的处理？哦，我这个是一个所有的未来。立法院提案的部分，可能是不是请这个部长稍微指导一下？就是好，那个王委员来。
对，我想有关于第二条这边哦，刚刚这个提案的委员有说明哦，就是说因为民法请求权是15年嘛，哈，所以他担心过了那个请求追溯的时期哦，所以要在这边把它排除哦，就是说不适用现行的法律。那这样子的一个立法有没有跟其他法令的抵触？这个今天法务部有没有？法务部有没有代表来？我们不能只光靠叶教授、叶部长了。那主席，法务部有人来吧，给那个，我们请法务部解释一下吧。来，这个有没有跟郭全庆、郭专门委员？对，就是说这边的话，他是要不适用，他等于是要排除、哦、我们现在民法的规定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立法的体力上面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这个法务部是专门的。我想我 follow 这个问题好不好，主席？好，同样一个问题啦，好，我补充一下。就是第二条的内文，如果这样子来定的话，有没有违反大法官释字第589号的法治国原则？因首重人民权利之维护啊，还有法律秩序之安定，还有信赖保护原则之遵守啦。好，就是说这样定的话，没有违反大法官释字第589号的这个内容，好不好？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相关的主管部门啊，还有部长的意见呢、啊，好不好？我想法律是很严肃的事情哦，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点啊。来，法务部。动作快一点。是不是说可以第二条可以排除民法的适用？我想很这个是立法形成的空间，很多法律的规定啊，都是很多就是说如果很多就是说他要特别规定把一些比较普通的把它排除掉，不适用在本法内，那这个是当然有立法的目的存在，这个立法应该是存在的，是没有问题的。OK， 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你是要特别规范嘛，就把一般不会跟这个规定有所干戈的或是不能适用的时候要把它排除掉，所以把它放在条例里面应该是可行的，是这样。对，像很多回律规定都是比如国产法28条20几条都是不适用，都是把它排除掉，很多法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没有问题的。法律一般的，我因为我不是念法律哦，法律其实对所有人民跟人民团体来讲，法律通常就只有一条线而已。那对不起，我不是法律人，但是有那么多不同的标准哦，不同的线，我的这个适用上会让未来所有人民团体，所有其他全台湾有100多个政党会不会混淆不清啊？这个主要在排除民法有关那个请求权时效适用的问题，哎，这个就是第二条的立法目的在这边而已，就是说有关民法请求权的时效不适用民法的规范，那是要特别的，我们特别在这个条里面特别加以规定，只是第二条的规范目的在这边，所以应该从法的立法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各位还有没有什么疑虑？有没有？好，那个要讲话的拿麦克风好不好？我刚刚问的是，我再请教一下了，我刚刚问的是一个法律安定性的问题啦，是一个法律安定性的问题啦，也就是说人民他依据法律行为时他在那个当下他是合宪的嘛，就合法的嘛，那你事后要来剥夺他当初合宪跟合法的行为，你的依据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法律位阶上面当然宪法高于法律嘛，法律高于命令嘛，那同样在法律位阶你要去剥夺另外一个法律的相关的法律的这些效益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法都可以这样定？反正我就排除。好， 我想这个法律安定性的这个部分，是我刚刚请教的一个问题啦，好不好？主席，我可以回答吗？来，我来回答那个主席，我可以不可以请教叶教授？那个黄委员比较晚到。
我们要发言哈，请。对了，我知道没有了。刚刚在宣读议事规则，他没有听到。要讲话的话，请举手让我看到，说你要发言，然后我会安排顺序，好不好？大家互相尊重。没有拿到麦克风的委员啊，你私底下默默可以，但是不要太大声，好不好？来，那个，我想就是要这边回答了哈。我回答江委员呐，因为我们的立法例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特别法。如果说一个法律不能够立法去排除其他的法律的适用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特别法的立法嘛。那所有的法律一定之外都不能够有一个特别 的这个立法例来把它过去的原则性的问题来排除。今天就是实际上有这个需要，因为过去这个执政一党执政太久，而这个对党产的取得，他被诉追的这个被要被去请求回复诉追的对象是执政者，所以当时的人民无能为力，也就是这样使得非他自己自愿的让时效期间经过，在不自愿的情况之下，期间仍然经过，所以在处理不当党产的时候，特别需要把这个时效的这个规定给排除，让当初没有办法去行使这个时效期间的人民也好，其他的团体也好，可以啊有机会享受到他可以请求回复的机会。这如果这一条如果不能规定的话，那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某 A 政党，他执政期间超过15年，然后他一开始就不当取得很多人民被他剥夺的财产，结果他执政期间他控制一切，你连请求回复的机会都没有，那等到第16年、17年，等到20年，他的政权失去交出来之后，他也可以主张说啊，我以前就超过时效了，我就你可以给我主张回复的期间，时间就经过了。这一条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了哈，那这个是明明白白的，就是特别法要去排除原来民法、普通法里面请求权时效的规范，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立法例，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清楚，不用这样争执的哈。谢谢。好，接下来那个黄昭顺委员来，黄昭顺委员完，徐国勇委员。那个我想哈，那我想请教那个叶教授了哈，就部的那个部长，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做319事件的征调调查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司法院大法官会有解释，有一个解释函过来。那其实这个部分跟我们法律的安定性是有关的。那如果每一个特别法都可以排除我们原来法定的所有的规定，那人民怎么样来相信我们的法律未来怎么样规范？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法律什么时候定的规矩是一致而我们可以遵循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在定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考虑的。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大法官会议的585号吗？你看过吗？你能不能请部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好，那个来徐冠伟来，完我们请叶部长。我简单两句话这样的。第一句话，连宪法都有特别，宪法征修条文就冻结了宪法本文的适用，所以宪法都有特别法，都有特别宪法存在。怎么可能说我们这个不能有特别法？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有关时效这一些，国民党长期执政，那里面不当党产，当然不客气的，里面国民党一定是最多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如果适用民法的时效是不正义的，因为民法的时效最主要是在规范私经济行为，私人的私经济行为，而这个是他用国家的公权力去不当取得的。这怎么可以有什么时效啊什么的适用呢？两句话啊，告诉他这就是正义，因为他不能够适用 这些什么民法的这些短期的时效，甚至连15年的长期时效他都不能够适用，因为他没有时效的问题，就好像纳税的这些追溯没有时效问题一样。哦，以上。好，你来黄昭顺委员。我觉得徐国勇委员刚刚在讲的话我要抗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怎么讲，你刚刚讲说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时间，我公料啊哈，但是因为你刚才这样讲，那我当然有意见，你要尊重我讲嘛。那你就讲说，因为长期执政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拿的不当党产应该是最多。那民进党那时候也执政八，对啊，也执政八年啊，对不对？我觉得在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哈，讲这样子实在是不太好了，因为大家都必须要互相尊重了，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不对？那我在这里就讲，那八年你民进党又藏暗藏多少钱在哪里？对不对？
好，默默可以了哈，大家小声一点。来，那个吴秉睿委员，对不起，我刚才拿到这个资料，所以我现在刚刚看到了啊。这个国民党党本法啊，就是这个他们提出来的版本的第十条啊，我念一下：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因时效消灭不能主张者，得于本法施行后两年内，依各该相关法律规定请求返还。没有，我只是把你们定的讲出来，就是说你们这里第十条也有排除时效期间的规范嘛，你们的版本的第十条自己本身也有这种规范，所以你在这个我们第二条的时候来质疑我们这个排除这个时效期间的这个行使，是一样的立法原理，一样的立法模式，只是用在的条文不同而已。所以你这边质疑你们自己的版本有规范的东西，让你来质疑我们现在提的第二条，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奇怪啊。好，还要讲吗？还是要给部长讲？好，那部长来来来，部长综合答复一下刚刚委员的意见。来，其实许多委员都已经把这一条的重点都讲出来了。那我以我的理解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原则上一般人权利的主张，理论上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理论上应该他有多少都有多少权利，他永远可以主张。但是如果一个权利经过很久很久以后你都不行使，到了一定时间好久好久才要主张，那会造成我们法律秩序的不安定，那所以才会有我们一般讲所谓时效这样子的规定，那它是期间的一种。好，那问题是要定几年，民法规定15年是一个基准，那但是针对不同的事物，透过不同的思考，那可能可以缩短，也可能可以让它更长。那有关转型正义的课题往往牵涉到非常长时间的延续，所以对于时效是不是适用原来通则，也就是民法15年的那一个时长，是考虑的一个重点。所以以这样的角度去看，我了解到许多国家在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包括韩国在内，都会处理到时效的问题。那至于时效要调，怎么样调处理，这是一个立法权可以去处理的问题。立法院透过对议题的掌握，对时效的长短，那可以做出决定来调节法律安定性跟权利的行使。这是我对整条的意见，谢谢。好，各位，这个台大法律系叶教授上了免费的法律课了哈。哎，各位还有法律有意见吗？还有意见？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第二条的时候哈，刚大家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好像只 focus 在这一个法条这个版本呢。事实上我们整个的运作，我们还有我们的司法体系，那大家刚刚谈论下来好像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完全没有功能的，也不会帮人民主张他该有的权益的。当人民他其实受到不当的压迫，或者是他权利受损，我们的司法是没有功能的，就是说我们都没有考量到我们在司法的这一块事实上也是可以去请求的一个 主要的。我们现在由司法，当你人民你权益受损，你有民法刑法各方面，你是可以从那边去请求的。那刚刚的意思好像是唯有立了这个法，我们才可以处理，没有这个法，我们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人在这个 受到这个财产他受到不当的侵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主张，好像似乎也不是啊，对不对？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就是当然刚刚这个叶部长他其实已经有表示了，但是我想请教就是说，那如果排除之后你有说嘛哈，就是说可以依照他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就是说去设定他需要的年限，比如说民法15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多追溯期过了不够用，或刚刚有委员举例说这个15年长期被某一个政党把持，所以他的公平正义无法伸张，就是完全控制。不过我提醒大家啦，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也经过政党轮替，台湾并不是一个威权国家，从我们这个
之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一党独大，我们过去八年事实上民进党也执政过，所以我们跟有一些国家谈的转型正义，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那刚刚叶教授抛出来这个议题，要设定多久那个年限？因为你这个是排除哦，排除之后呢？排除这十五年之后呢？行政程序法是刚刚叶教授意思是说，是可以定出一个范围。就是说基于你这个立法的需要再去定出一个期限，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排除之后呢，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提案委员，就是说他排除之后他的适用的那个年限 是多长？这个等一下后面有陈淑月委员来。抱歉好，不好意思，好，第一次发言。那刚刚听到讲说我们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的国家哈，其实我们觉得啦哈，其实大部分的人民的看法哈，是现在才慢慢民主。那么早期在威权统治的时候，对于很多不公不义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处理的时候，所以才会有衍生到现在。那我们民进党也真的有执政过吗？哎，其实没有完全有执政过，因为立委我们之前早期也没有过半了哈，没有。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虽然执政了，但是我们也是有听你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来协商，要不然我们就表决就过了、啊、不用协商啊。所以我觉得啦哈，为了我们整个那个民主的一个可贵，就是请听大家的意见，即使是少数党我们也要尊重。那现在呢，我们讲这个转型正义促转条例，就是希望未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我们立这个法不是为了民进党而立，也不是为了国民党或者亲民党甚至时代力量，我们是为了我们未来任何一个政党，他们都有一个依据，当人民受到不公平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就把以前的那些不公平我们现在拿出来来讨论。如果你用民法的那个十五年的请求权时效的话，我觉得说对以前的那个时代严肃早期的不公平我们现在才拿出来讨论，那我想呢这个讨论是有必要的。那以上是我做一个那个报告，谢谢。主席，吴秉睿委员来。我是要帮忙回答那个王玉敏委员的那个问题啦，他刚刚讲说啊，这个也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这个时效的规定会恢复啊，这个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弄到不当党产都处理清理完毕了，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结自然就会终结嘛。所以只要还有存在不当党产，就是要有这个特别法的规范。那这个规范到何时呢？规范到不当党产全部都清理完毕啊，大家都认为清理完毕结束为止。好，以上，谢谢。好，那个。还有人要发言吗？主席，刚才我就法论法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法制单位哦。如果说民法的十五年不适用，那到底要用哪一个法？因为我们现在行政程序法131条，事实上是十年的时效哦。那如果说我们要破坏过去的时效，也不是不可以，我们要订立新的时效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讲说。刚才其他委员提说，就到处理完为止。这个认定怎么去做认定？是一百年后、两百年后继续突然生出来，大家就是说，哎，他是，他是继续。我觉得还是法律，我觉得我们在定法条的时候，那个意志还是要讨论的很清楚。当然，大家可以天马行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过头来请教法制单位，就是说我们这个法的时间点怎么去定制，是要适用民法还是行政程序法，还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出另外一个时间，用什么样的名词讨论出另外一个法？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公开来好好讨论。这跟蓝绿也没有关系，跟意识形态也没有关系。对，这个时间在处理这个时效的问题。来，吴秉睿委员。那换我来回答李彦秀委员的意见啊，因为你注意看条文前段，他就这样讲：本会对于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处理与权利回复，他就是对于不当取得的财产才有这个问题啊。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其他法律。这个其他法律不会是光只有民法，也包括你刚刚讲的行政程序法等等所有有关的法律。这个行使权利行使期间的规定，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到了，但是权利行使期间也不一定只有请求权时效，有时候处置期间也在这里面了。那这个样子的规定，就以读法律人来看，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规范，所以不会是只有你讲的说只有限制民法，不是的。
它是所有其他法律有关于时效除斥期间这种权利行使期间的规定都被排除，而它被排除只有一个特定对象，就是要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的财产的处理。除了这个之外，全部都有原来法律的适用，所以我觉得不用过度担心啊。这个现说的标的内容都是很清楚的。好，这个我来尝试整理一下了哈。第一个，施行的期间，在其他的这个委员，像叶建伟，他有规定他的一个时间，施行期间是五年，所以在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好，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刚刚这个叶部长跟几位委员同仁的意见，我看大家都已经充分表达。好，吴秉睿委员有提的一个修正动议，各位手上应该有拿到吧？我把文字再念一下哈，因为上面的一个文字，本会对于政党（顿号）附随组织及其受托人不当取得财产之处理与权利恢复。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其他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提案人吴秉睿等啊，这些委员，各位手上有一个这个他的修正意见。那我们按照这个修正的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好，那我们就保留。啊，第十三页第三条。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来，第十三页第三条，好。不跟你哪里让叶教授公料的有意见哪里写的，我们到第几页呢？我看一下，到第24、25页嘛哈。好，那个第三条哈，方便各位阅读啊，在13页。各位在13页啊，到啊这个25页啊，这个是第三条条文对照表，各位看一下啊。各位只要有意见的话，请表达，好不好？对，第三条在13页到25页。对对对，方便各位阅读。来，那个林德福委员没有会议资料，拿一份给林德福委员。条文对照表。条文对照表。拿一份给林德福委员，好，13页到25页，来。来，主席，我先讲一下吧。各位都没有意见吗？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有举手啊。来，主席都没有看这个哈。那我说明一下，抱歉，那个吴秉睿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来，要发给各位来。我们要不要等啊？都印了，大家都拿到了。哎，这一张啊。第四条哎。这一张。它条号不一样。啊，第四条，这个他写第四条，应该是第三条。来，好，来，请表达。好，这个。这里面就很好玩了啦哈，第四条我们大家看一下政党。第三条啊，抱歉，那个修正动议第四条嘛，写错了。没有没有，那你叶建的第三条。叶建第三条，那你修正动议写第四条啊？现在到底第几条了？现在13页的第三条。对啊，按你修正动议怎么写第四条？修正动议我说刚刚有宣告说写错了，写错了第三条。好，那就是第三条。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条哈，这边政党冒号了哈，特别指出是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这是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在讲的了哈。我们今天立的这个法，是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政党在立法？为什么会在本条文里面的政党只剩下民国76年以前成立的才叫做政党？哎，那这个时代力量，你们这个不是政党了。76年以后成立的不叫政党。我想这个法义非常的奇怪哈，就政党的定义是76年以前，这个
不好意思啊，在座的时代力量可能就不属于是这个政党的范围，这个法义太奇怪了。这个叶教授到底还是要帮我们开示一下名词解释。政党如果在这边重新定义，变成是76年以前成立的，那我不晓得在座各位的身份 是什么了。政党都不见了，以后的也都不见了。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法是可以长长久久，刚刚很多委员还表述说这个法的适用不是只有过去，未来也都可以适用。那怎么会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里面就立即出现政党的定义，只指76年7月15号以前成立的政党？好，这个我请王玉明委员哈，你看一下第，这个不是只有指国民党哦，总共有10个政党，在解严前成立的政党都算。不在哪一个政党？我们刚刚不是说立法的旨意要适用所有的政党吗？那这样子显然已经排除76年以后，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才解严嘛，什么时候很多政党才在76年以后才成立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政党的划定范围，把以后成立的都排除，这对吗？如果我们的立法要讲求它的公平性，将来要适用性的话，希望大家都一起适用，那这个显然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嘛。主席可以说明吗？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就是在所有今天审的法案当中，比较特殊的是中国国民党的提案，因为他们基本上在处理的是现在往未来的方向嘛。但是其他所有的提案都是在追究过去的政党所不当取得的财产。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定义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1980年或者是1970年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国民党，它是不是政党？它是不是政党？那个时候我们的也没有人团法，你如果没有在法条当中做这样子清楚的定义的话，会让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所讲的政党就所何止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戒严的时期嘛，政党也没有开放阻挡，所以就是说我了解中国国民党他们的想法是说，他们只希望处理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的法案在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因为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在立法的设计上面必须要把它的定义啊非常清楚完整把它写出来。这个今天亲民党有没有亲民党的代表在？好像没有哈。亲民党党团其实也有提案哈，所以我想这个纠正一下哈，不是只有国民党这样。这个亲民党党团他的政党他就很中性啊，只依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法设立登记，并曾接受政党补助款之政党。所以亲民党的我想是最客观中立的啊，这个是符合我们一般对政党的认知吧，不会说76年以前成立的才叫政党，76年以后都不叫政党吧。所以我们看的时候麻烦全面看了亲民党党团，很可惜他们今天这个代表不在啊，我想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对于政党的定义还蛮客观的，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对于政党的了解。哎，我来表达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啊，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不当党产，是指在威权时代，威权时代去取得的这个不当取得的财产嘛。那过去定义上的不威权的时代，就是从解严之前，所以原则上它是76年7月15号，它是宣布中止动员抗战时期解除戒严的这个时间。那在这个之前，是因为是威权统治，那个时候政党取得的，在那一段期间政党取得的财产，很多是利用政党的威势，他的全面执政，然后片面的来去剥夺人家的财产来取得的财产。所以这个76年7月15号这个日期定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日期之前，总共有目前列出来有10个政党，当然中国国民党是有，也包括民主进步党也在这段期间内。那我们有个列表，总共有10个政党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定义是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其实是要处理威权时间的不当党产。那也就是基本上，如果举一个例子，时代力量是最近才成立的，他不在威权时间成立的政党，他不可能去取得不当的，我们认为没有办法去取得不当的党产呐，哈。所以我以上做这样的清楚，做这样的报告跟说明。等一下，我维持一下秩序，他先举手啊，
然后林立常委员完，徐国勇委员，那李彦秀委员。就谢谢主持人。那个在座委员大家好了哈，我是新科立委，那我也是可能早期不在台湾这个时期的时代，我不在台湾了哈。可是我个人站在立委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果要处理的是我们所谓的未来的还是过去的所谓的不当党产的话，应该要全面性的。难道未来的就不会有不当吗？难道未来的就不会有不法吗？那表示未来就不要有法官，不要有司法，通通都不用啦。如果真的是这样，因为站在我的立场，我需要去说，因为我没说我也动不了。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定。没关系，没有跟您，你先和我讲完嘛。嘿，没关系，说明我知道您会说明，但我不是写法的，我把我的疑问，我是一般民众，我是代表一般民众，又是代表很多可能对我们写法不是很熟悉的民众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是要定一个时间？那难道未来不会有不法吗？对，那这件事是我的疑惑，是否能回答？谢谢。来，那个徐冠委员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国发院的土地的取得，那个时候国民党有登记吗？没有登记，所以如果没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如果没有把76年以前那些把它定进去的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不属于国民党的，你们该回半缸，而这个就是不当党产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嘛。所以当然要把76年7月15号以前，然后这些所成立的，这些通通要把它要规定进去嘛。哦，那所以在这一部分里面，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认为这一部分有问题，应该再把它加一部分，而不是说把它通通取消掉。哦，那才往后生效，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提修正动议，我大家来考虑才对啊。我举手啊，你先。照刚才民进党干事长吴秉睿委员所讲的哦，如果照他刚才的说法的话，就是说，那只有威权时代所取得的党产才包含在内，不是威权时代的就不包含在内。我觉得这个是要这个，如果这个法是所有未来政党10个政党都可以适用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进一步的思考。更何况我们现在政党有100多个政党哦，我们希望这个都是要规范在内哦。党产是不当，不会因为它是不威权时代而有其他的差异。在平常的时候，这个党其他的政党跟附随组织会不会有不当党产的出现，这个大家可以公平的来去做检视，所以这套法我觉得应该要考虑的更完整。那第二个，在我们第三条的第二款当中哦，提的附随组织的部分哦，我觉得似乎有违反法律的明确性，因为你后面又加了几条，就是说曾经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关，虽现在不受政党实质控制，唯并非以相对对价转让者一同，这个会让很多民间，这会让很多民间团体，过去的团体会都很害怕，说怎么办？我会不会被随便抹黑？政府如果有其他政党哦，我是一个民间团体，我是某某民间团体哦，比如说我是石岸妈妈团体，如果随便也要有人说，哎，你可能之前你有一些人以前是国民党的人，你要被。化作是附随组织之一，这个会造成社会秩序上跟很多其他人民团体的恐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定这个法也不是不能定，但是我们在法律的明确性上是不是可以写文字上可以落款的更精准一点。以上这是我的意见。好，这个吴秉睿委员来。那个议事人员哦，麦克风是不是太少了一点？那个我来回答一下了啊。76年7月15号以后，因为中华民国宣布解严了啊，那原则上我们在法律的逻辑上面是谈说，解严之后，你的这些司法它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受啊这个政治势力的全面支配嘛。所以76年7月15号之后，如果有人民的财产啊受到政党的侵害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找一般的程序。走这个民事诉讼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去取回他应得的权利了哈。所以是这样子的定义，要限缩你这边
要处理的这个时间，是用时间点去切。那如果这个国民党认为说、啊、不需要这个时间点切，就算民国八十年取得的不当党产也应该处理，这个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我们可以讨论啊。这个我们只是把现在为什么这个提案是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用七十六年七月啊这个十五号作为一个切割的时间是这样子，因为刚刚国民党委员有讲嘛，民主国家在民主时代，也不是只有行政权独大，司法权也保障人民的权益。所以如果比如说现在任何一个人民如果受到政党的财产的侵害的时候，他当然可以立刻到法院去，立刻可以寻求那模式，寻求救济解决。那七十六年七月十号以前，基本上是戒严。动员刚那时期，他的法律很特殊，而且那个时候，这个政党他如果勾干单单用阿爸来求断，一般的人是不敢反抗，因为那个在这戒严时期哦，在威权统治时代，如果你为了财产而反抗，可能会有其他不当的受害，那个就不只有是财产权哦。有可能其他的自由权、生命权都受到侵害、哦、所以是这样的规定。那如果国民党人认为说、啊、不要时间限制，我基本上我个人是认为这一点上也不必要，我们民进党也没有要坚持啊，因为他还是限制在不当党产才有这个问题的、哦、啊，其他的财产正当取得，你不要受时间的限制，本来就不在这个范围内啊。以上这是我的意见。那这一我只建议主席啊，这一条大家有很多的意见，不然这一条也保留，我们以后下一轮的时候再来处理了、哦要发言举手一下，谁要先讲？好，我这边再简单回应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处理第二条的时候，我们说就是要排除嘛哈，因为那个追溯期民法十五年了，所以第二条我们是希望排除，但是在第四条的时候，我们又设定期间了哈，就是说政党指的是七十六年。七月十五号以前成立的了。那一开始我就讲，我说我们今天立这个法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国民党提出来的版本，我们很中性。我们其实就是觉得，如果对于政党的财产，我们需要更高的另外一个特别法来监督的话，那要一体适用，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应该就是要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过去其实大家也讨论过。我们也可以回到政党法，过去我们的主张是说有一些那就回到政党法，政党法的规范也可以让它里面是清清楚楚啊。那今天大家想要对于政党的财产就是做一个特别规范，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应该是要一体适用，没有说只有去规范七十六年以前的，七十六年以后的都不用。而且大家别忘了，两千年到两千零八年有长达八年的时间其实是民进党执政，那监察院其实也曾经调查过。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立法，如果刚刚前面也有委员表述说我们没有要特别针对某一个政党，那很好。事实上我本席觉得说这个亲民党党团他提出来的用词非常的中性啊，这就是符合我们对政党，我们不要对政党的定义这么混淆。在这个法里面就只有承认七十六年以前的，然后回到政党法又是一个定义，在我们的人团法里面又是另外一个定义。如果这边讲的是政党这两个字，那当然就是依人民团体法依法设立登记，而且有接受政党补助款是政党嘛。我想这个才符合大家一般的印象。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往下走逐条去讨论到底我们今天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立这个法，我想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这样好不 好？谢谢。接下来林德福委员完，李彦秀委员来。好，我想其实哈，这个各政党，你只要真的有接受到政府的补助，我认为都应该纳进来。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一直认为说，你要是认为说哪个政党他取得的财产有哪里不当，哪里不对，哪里认为应该要接受检视，你就把它整个列进去，就是直接到这个法院，直接到监察院，双向都可以去要求去提告。那今天要查出说确实有哪些不法，哪些是违法取得、哦、到最后就是没路，直接、哦、就是充公，我认为这是很合理合法、哦、我想今天这个叶部长，你是学法的，你是专家，我们就讲比较客观一点的。你这个法是定起来是可长可久啊，永永远远，不是针对某一党来设一个法、哦、所以说我们认为你只要
很客观、很持平，那针对每一个政党来要求，我认为那个都合理又合法。那你要是只有针对性的，我认为大家眼光很雪亮，都可以去检视。而且讲实在话，你说威权就是以前所指的国民党嘛，哦，那你就是有针对性的。我认为说你今天要设这个法是针对性的，不如你把这些认为国民党有哪里违法乱纪取得的这些东西，你一并就是全部给他提告，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也愿意接受检视，哦，我认为这个才叫做持平客观。那今天要是要定的话，就是全面性，你有只要有接受到政府的补助，你就本来应该接受规划嘛，接受要求，接受监视，本来就是如此啊。哦，以上我做这样的表达，谢谢。好，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来，燕秀委员。主席，我是不是请法制单位协助解释一下？因为在民进党修正动议的第三条第四款当中提到的不当取得财产的部分，他这边解释说，政党违反政党的本质哦。什么叫做违反政党的本质？这四个字我看不懂，因为这是未来十个政党，包括现在全台湾有100多个政党哦，都要适用。那什么叫做违反政党的本质？这四个字在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那由谁界定叫做违反政党的本质？这四个字请说明一下。然后包括悖于民主法治之原则，我觉得这两个字在第四款当中哦，都界定的不是那么清楚。这是在第三条第四款，我要请法制单位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定这个法，我们就要把这些条文把它讨论清楚。这是在条文的部分。那另外，我认为如果按照吴秉睿委员刚才所讲的哦，如果他这样解释的话，威权时代的话，那干脆我们就从73年后开始算起就好了。如果按照他刚才所讲的，因为在之后76年之后，我们司法后续就有独立性了嘛。那所以我想，这是我提出来的意见，那也供我们在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一起参考。但是我觉得在第三条第四款，什么叫做违反政党的本质哦，悖于民主法治之原则，这两个部分。还是请要法制单位要说清楚，是谁来界定说我们这个政党违反自己政党的本质？这个是要司法来判决，还是我们未来行政院底下那个委员会来去决定？那个我们请那个是不是吴秉睿委员？那个什么叫政党的本质？不过在人团法，等一下第9章在讲政治团体，第44条讲到政党政治团体系以共同民主理念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促进国民政治参与为目的，由中华民国国民组成之团体，这个叫政治团体。来，吴秉睿委员，国民党自己的第二条也有讲啊，政党是中华民国国民组成，以共同政治理念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啊。那如果不是这个目的，是来巧取豪夺财产，这当然违反政党的本质啊。那至于到底什么样的范围是在这个范围内，这当然就是由本条例的这个啊，将来这个那个委员会哈、啊、来去认定啊。权力那么大。好，那个黄国昌委员，没有那个设置上面的整个法规范的处理，就是行政院的按照其他大部分的条文的版本啊，虽然是由那个委员会来认定。但是那个委员会认定的结果还是一样要接受司法审查，本来在法规的整个设计上面本来就是这样，应该要这样子设计的、啊、那如果这个委员会他在认定的时候有违反这个条例的规定，那甚至有侵害到宪法基本权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接下来的司法审查程序当中通通都可以接受审查。徐律师来。政党他的党产应该是以政党的运作，而那个运作只是维持他们政党要去参与所谓的政治共同理念，那维护民主宪政，形成国民意志，那推荐候选人去参选这样而已。可是我们看到当时的政党经营事业，中央投资公司经营那么多的事业，而把这个钱又拿去做选举，这个是等于，而且经营的事业很多都是特权的，这个就是违反政党的本质。这个国民党第二条自己里面也有写嘛，
所以这个是相当清楚的。那这个最后呢，当然如果认为说在这个委员会在处理如果有所不当，你还是有救济之途嘛，还是可以，现在是一个民主的，那可以从这个司法里面去取得他的救济嘛。那所以政党的本质很清楚，那像这些经营事业的，甚至用特权的，当时的瓦斯啊、石油等等这些特权取得了，包括煤炭等等，他们都可以去做生意，而别人不能做的，这全部都是特权嘛。这些都是不合乎政党本质的，所以其实这个人民 心中不但有一把尺，在司法里面，从政党本质里面所提到的，那也从包括人民团体法里面的政治团体里面，也可以求得这个本质的意义嘛。所以我想这个倒是啊，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说会背离人民的一个认知嘛。好，以上。好，那个王玉明委员，那个我再表示一下意见哦。第一点。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本条例的用词哦，任何的立法提到有关于这个法案里面的名词定义，都必须是严谨的。那刚刚我们李彦秀委员提出来，就是说这样的旨意是模糊的，这个会增加将来执法的困难度或者是争议性。另外一点，我要表达的是说，如果像刚刚大家讲的，事实上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司法的体制嘛，哈。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将来这个委员会，出现他的这个决议有一些疑义，还有司法救济的途径。那我这边要问的是，现在其实是民进党全面执政嘛，哈。如果觉得直指有一些明显已经是司法可以处理的，那就直接提告不是比较快吗？就是直接透过司法处理，其实很快了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第三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三项、第一项，其实整个条文我们是都有意见的，我们刚刚的意见也都已经表达了。那第一个要先来处理嘛哈，政党基本上我们是认同亲民党党团。他提出来的政党的定义没有道理，在这边政党是去规范76年以前的啦。那我不晓得主席的裁示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先处理，还是是要先保留？好，来等一下，欢迎我们再来征求大家意见。来，吴秉睿委员。啊，刚刚讲得很清楚，国民党说他们的意见都已经表达，啊，我们表达。意见我们也提出了修正的动议，那看起来他们没有办法同意我们的动议嘛，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条也是保留了，我们先往下走嘛。好，那个各位哈，我看大家都发言的差不多了哈。那个吴秉睿委员有提了一个等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嘛，就是刚刚各位手上还有一张，我先请议事人宣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一条还没有宣读，请他宣读一下。李委员俊毅等人提议第四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于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二、附随组织指独立存在而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曾经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虽现不受政党实质控制，为并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者一同。三、受托管理人只受前二款所称政党附随组织之委托而管理或受让财产而管理之第三人。四、不当取得财产。指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宣读完毕。好，这个大家对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有意见的话，好了，大家意见都保这个差不多。主席，我现在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哈。过去我们在审法案的时候，前面这几条老实说蛮关键的，你的立法的旨意，你对本条例的用词的定义。我们到现在为止，第三条，我们所有名词的定义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我不晓得以下要怎么讨论。好，那个就是这个是在我们在立法院立法里面一个很大的原则。我想大家这边有资深的委员。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要处理吗？
就是要讨论呢、啊啊，这个大家没有共识。讨论过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要处理吗？还是怎么样？我要对啊，因为我们赞成的是政党这个，我们就反对啊。就是不能去设这样的期限。刚刚其实吴秉睿委员说可以讨论呢、啊，就是说这个期限他觉得还可以讨论呢。好啦，不是这个定义你没有办法定义清楚，以下不晓得应该怎么讨论。我们现在在逐条协商，这个我们的程序都是按照我们议事规则所规定的程序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我们就先处理嘛，对不对？你的意思是叫我现在去处理吗？还是怎么样？那我就处理哦。那我就处理了，不是，我要按照议事规则我要处理啊，大家意见表达差不多啊。那假如大家认为第三条啦，大家这个意见不同啊，有委员提出修正动议，大家对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就暂保留，那我们后续再回头再来处理，好不好？好了，那王委员，你的意思要叫我处理，那我就要去主席台处理哦。处理法案，我想在座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好，在座有很多资深的委员了哈。我们在处理法案的时候，每一个法案处理到这个关键的条例的这个用词跟定义，这个其实蛮关键的。那如果这个关键的我们没有至少取得一个基本，譬如说政党，我们是不是要回到就适用所有的政党，适、那个、用亲民党的版本？我知道，我处理程序问题了。那个王玉敏委员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处理提案嘛，好不好？那我就去，那我就上台处理了，好不好？是你国民党党团的要求，那我就处理啊。主席，处理不是表决，我觉得很奇怪，内政委员会处理事情怎么是这样呢？我们在卫环委员会讨论，这是一个专业的议题，所以大家当然要针对，譬如说政党的定义，大家提出了。刚刚吴秉睿所以保留有什么不对呢？那所以保留有什么不对呢？暂保留，来继续，我们继续协商，来。好了，我们这个条文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啊，那吴秉睿等委员的修正意见。这个大家有不同意见，我们就这条我们就暂保留啊。那我们回头后再来处理啊。好，我们现在进入第四条，我看一下第几页哈。第二十五页啊，国民党的提案是第三条，在二十五页啊，然后到第几页？好，二十五页哈，跟各位说明一下，二十五到二十六页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国民党党团提案，一个是时代力量党团提案。那这个民进党哈，这个民进党党团哈，你那个提案条次错的话，要把它改过来，好不好？让大家这样一看就清楚。啊，这个修正动议是第三条，啊，民进党提的一个修正动议，来，那个议事人员改一下。那个是第三条的修正动议，不是第四条的修正动议。他要改列到第二条，他要改列到好。好，那民进党的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他希望把它改列成第二条。好，那国民党的版本是在第三条，好不好？那条次的话，我们再处理完，我们再请议事人员再整理了。来，那看一下内容，看一下内容。好，大家在看的过程我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民进党的修正动议。来，委员李俊毅等提出修正动议，第二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相当中央三级独立机关，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之限制。本会依法进行政党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及本条例所定之其他事项。宣读完毕。好，那个我们现在是4:10啊，主席宣告休息5分钟啊，主席要上，主席要休息了。
敢会使？敢会通？敢会通排除？对无？大家拢袂，我讲会笑死人啦！这个法安尼收会落去吼，讲实在话，主要是迄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机关对独立机关有数目的限制。对呀、啊。本来就是要主管来变猫。本来独立机关你知影？也许也许迄类有限制，啊伊伊即马有迄个立法需要伊要定定，是伊讲啊。不会受到大家记得艺术了。对了，阿慈，你开了大龙来修一个特别嘛，阿大龙来。我你讲，你哦，主改来对，马扎三的三个独立机关，公平会、NCC， 阿个中选会。哎，二级。对啦，啊，问题就是你袂使讲。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委员会一个定义哦，是以及讲足足足。对啦，但是你国家安怎哦？其实哦，不能哦。量身打造，设定一个什么什么，这变黑组织、黑机关，叫人家你背书的，你讲袂得过啦。啊，你有法你就上了解啊，对不？啊，所以就是伊，对不？这是以后啦。可以，对。是。对不？那个叶部长，我请教你哦，因为等一下有一个协商，因为他现在要把那个院长、副院长，包括议长、副议长，以后就是用那种记名的地址哇，啊，但是伊这就抵触到宪法一二九。一二九。哦，啊，我是干嘛讲？一二九选举的原则。对，选举原则你就是秘密投票。啊，我讲一句实话，因为很简单。我上次有表达过，我虽然讲两个我去选择，这个人是普通，我口头可能敷衍他一下，但是你形象好，我都要听你。我要是秘密投票，我可以自由意志来选择，但是你若给你讲一定要全都录记名的话，好多的人写，我答应你，你若不做到，你会没完没了。
好，那个我们继续开会。来，各位委员请回座。好啦，搁行啦，咱规样准备使讲，好。好，我们现在在审25页，国民党的第三条，时代力量党团的第三条。那这个民进党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哈，后来他们文字又做了一些修正，把为相当中央三级独立机关这个删除。好，我这个修正的文字再念一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啊，这个以下简称本会，啊，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之限制。好，假如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保留，暂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好不好？好了，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暂保留了，好不好？好，这这这来，这我讲一下，好不好？这个哈。其实从法条我们刚刚讨论到现在了哈，这个法条充满了很多排除性的法义在里面了哈。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它是有一定的规范。那现在其实执政的当家的也是我们民进党了哈。那这个的话，为什么要设这个基准法？我想是让我们整个的执政的机关，它其实是，都可以在一定的规范，然后它不会就是叠床加屋，增设很多不必要的组织出来。那今天呢，这一个条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又是要增设一个委员会，而且叫做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然后还设定它的层级是中央三级独立机关。那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之前其实主改，我相信很多委员都有参与哦。我们主改里面其实还很明确的去提到，我们中央行政主管机关三级独立机关，它有一定的限额，不可以是没有上限。那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一个要打破这个原来，对我们原来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我只是要提出非常大的质疑。当时其实我们在这个组改的过程，很多委员其实在争取，他认为有很多很重要的业务应该要设立三级的独立机关，但是就是受限于我们这个组织基准法，没有办法再出来。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海洋委员会，大家不是希望它只是个委员会，大家也希望它是一个独立机关。在社会福利里面，大家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三级独立机关的产生。那这个其实都涉及到非常重大的我们人民的权益的，或者是我们环境保护的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都被挡了，那么重要的其实都被挡了。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条文里面确实可以去排除，然后我们要去增设三级的独立机关。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到底符不符合比例原则了？哈，这件事情就是非同小可，非常重要。但是过去我们在整个组织法里面讨论的这一些专业的，我们希望它可以变成三级独立机关的，是通通被打回票的。那如果这边可以这样子在叠床加屋再上来之后，那其他的有很多的团体，他们主张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业务，是不是通通也一样可以打破？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理由。那这整个的安定性，这个我们整个中央主管机关，我们的人事，我们的机关是不是可以无上限？就是打破规则之后，大家都可以打破了。那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问题也还蛮大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讨论。好，那个刚刚是徐国文委员先举手，然后接下来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完，吴秉睿委员来。啊，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规定说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以外不可以设特别法。那有人说好像宪法有这么讲，可是宪法并不可以做反对解释，
所以并不是说宪法规定说有一个中央机关的一个组织法以后就不可以设其他的，不可以这样子把宪法做反对解释。这个我们在上次委员会在质询的时候，那个时候部长还是罗英雪，那我也特别问了法务部是不是这样子，法务部说是很清楚。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在520之前连旧的政府的法务部都认为这是可以设立的，很清楚了。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只是把它强调说不受第五条第三项的限制，就这样。那另外从中央法规标准来讲，我们这个是条例，条例本来就是普通法的特别法，当然也可以嘛，何况这是一个任务型，当然这个任务会怎么样来处理，那我们就看看在行政院下的定的这一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他来处理。那至于说刚刚提到时间多长，那条例特别法也并它有一个时间任务没错，可是这个任务完成自然就会没有了嘛。所以从这里来讲，这个任务当然也没有讲说一定要多少时间。所以这几点当时我都咨询过法务部，而且这个时候是在罗英雪当部长的时候，法务部的次长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没有错嘛。当时在委员会在咨询不当当然处理条例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回去看一下当时的影片很清楚。好，我想他这个那个刚刚徐委员所提的，其实他应该是在内政委员会这个下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我们看到里面因为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其实这个说是一个临时性的编组那这个编组的委员我想他的权力大到你看他可以对这个政党啦、互随组织啦，以及这个信托管理人啦这个什么不当取得财产的调查、返还、追征、权力回复等等这个可以说他的权力是无上大那我认为说这个他的逾越他的权力等于是包括这个司法检调甚至于这个监察委员整个几乎都涵盖在这个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身上大到无限大我认为今天叶部长在这里那你应该要来表达一下，有没有在我们宪法里面的规定，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委员会他可以无上大，司法检调什么都涵盖在他身上那我认为这个是不是我们也请叶部长做一个想法的一个阐述我认为应该你学宪法的在这方面你应该很清楚因为我们看我们叶教授叶部长也很客气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来说比较真心的话，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委员啦，这个委员可以权力大到这么样的一个无限大。好，黄国昌委员。我想针对这个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版本在设计的时候，一开始在性质上面的界定非常明确的把它界定成是一个行政的调查跟处理，那因此他最后所做出来的认定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行政处分，你如果认为该行政处分有违法的时候，你可以寻行政侦讼的程序来加以救济。那因此有些委员认为说，所谓的这个委员会无上大，还有司法检调全部包括在里面，那恐怕是对于这个委员会它本身的性质以及它所做出来的处分存在严重的法律误解。好，那个我是来那个吴委员，来在这边很直白的表达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当党产的处理事关重大，太过严重，所以才要特别排除用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的限制，要设一个机关。那就如同这个刚刚黄国昌委员讲，这个机关其实是做行政的调查，那这个行政的调查当然会有一些行政的处分。那如果到时候受处分的对象、受调查的对象对这个处分有所不服，他仍然的循着司法
赠送救济的途径去处理，所以并没有这个无限大的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有人质疑说啊，那你这破坏这个原则的规定呢？那其他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项，其他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项是没有错，我们也应该处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对于台湾能不能真正转型，能不能把过去的这个错误给扭转回来，对于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所以在短期之内突破这样的规定，我们是认为是不得已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那个等一下，顾律师，顾委员。好，那个我因为刚刚进来，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说现在讲的这个所谓中央机关总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这个限制的部分，跟现在提到这个修正动议里面的相当于中央三级的独立机关，对，因为我刚听主席好像看起来是说要废掉，那我只是我说这个拟这个修正动议的当时的想法，当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现行行政院底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像非安委员会，它其实是这一个三级的独立机关，它不受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限制，但是它是在行政院底下的一个设计啦，是这样子。好，那个我是不是请行政院，我看哪一个单位有派员，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来？来，但没关系，让他先讲。好，来，那个要先讲吗？先讲啊，不要紧，好，来，不要紧。来，拿个麦克风，哎呀，快点呢！你这样浪费我们两分钟的时间呢。是，不好意思，主席。关于这部分，人总处是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啦。那不过哈，就是当时在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当时订的一个背景。是为了区分组织法跟作用法，那希望说是能够画一个本法适用的一个优越性，所以才订这样子第五条第三项的一个规定，禁止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规来规范机关的组织。不过如果是确实是在委员会的一个讨论，就是明定有另设一个机关的必要，那人总处这边也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好，那个等一下啊，那个要让叶部长讲一下吗？好，那个黄委员来。我刚刚那个谁在讲话，我听不太懂，这什么意思啊？能不能再讲一次？最近法案太多了啦，大家都来。最近大家比较辛苦了。是包委员，就是刚刚人总处的说法是说这个部分我们想这个是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啦，因为如果说是事关重大的话，这是国家政策。那特别是要解释的就是刚刚委员有提到的，就是组织基准法当时订的一个目的。那所以想说也在这个机会来做一点说明，就是在1993年6月11日订组织基准法的时候，是为了要区分组织法跟作用法。那为了要扬弃当时法制未备的时候，以作用法来替代组织法的一个情形，并且希望能够化组织基准法的一个优越性，所以才明定不要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规来规范机关的一个组织。不过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人总处在这部分没有特别的意见。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这个是不是还是按照我们国民党提的版本，应该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整个法制面，由内政部来做这个主管机关会比较适合啦。因为现在虽然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所有的人事包括你的调配其实都可以 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也好，不太需要再另外再设置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拉进来这里，那权力大到一个不行。然后如果你们被清算之后呢，你们自己再寻一个救济的途径我觉得避免让人家讲成说这个委员会很像黑机关啦，还是循着现有的一个体制来走，我觉得会比较适当啦。好，那个大家我看意见都表达差不多了，好，那叶部长要来，叶部长，因为他刚来，因为他跟来保定来，保定来，来，好，我来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说明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在这样一个法律里面成立一个机关？那原来我们对机关是的设立。是非常松散的早期，非常松散，任何
一个法律只要通过都可以在里面应该说是在第二条或第三条或第四条里面就说要设什么机关一般都会这样。那种法律就是刚才我们的同仁讲到的作用法。那透过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订定，对于组织的设立一个原则，对于行政院的这个以下二级机关那明定，三级机关有三级机关处理的方式，独立机关有独立的方式，这就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那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以后不要再用不要，原则上就是不要再用作用法去设机关，而是按照这样机关设立的程序。那如果你要用作用法要去像这个就是作用法要去设机关的话，那你要明白的用立法的意志明白的去排除我原来中央行政机关基准法的规定。所以如果委员们认为经过讨论之后认为说确实是需要设立一个委员会那么来处理这个党产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就是要去排除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那一个规定，所以这里才会有说排除，而且明白讲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限制。好，问题来了，那因为这里提到的是委员会，那刚才委员也有提到说，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内政部就好？这里面有一个我的诠释的思考，就是说用委员会去处理，或者是用部会去处理，像以现在的内政部而言，它未来都是行政权。我定位这个委员会也是行政权的部分，所以如同刚才许多委员们指出了，他以后要做出的是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他依照一定的程序而且另外如果不服还可以救济到法院救济，那这就是本身是行政权。那但是委员会跟独任制的像内政部这样部长在这里，很可能很多事情部长就可以决定，但是委员不一样，委员要经过委员会的讨论。那委员会尤其是委员的这个提名跟同意之后，他会增加他的第一专业性，第二代表性。所以以后说要认定谁是什么是不是不当党产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行政权控管下一个独任机关以后说是就是，而是那样的委员会他会经过那样的程序。所以委员会确实是会比独任机关他是要思考到这样的观点。那我把我所理解的我所理解这一条背后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相对于独任机关可能是要满足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让他的以后的决定程序什么各方面比较能够满足专业跟需求我做这样的说明了。好，主席，我补充说明一下啦，因为我们后面的条文大家注意看，第十七条就有讲到这个委员会的这个组织嘛，它里面讲到委员会的委员如何 出任是由本委员会自委员十一到十三人，任期四年，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派充之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除主任委员外，均为无级职。委员初确实其继任委员之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为止。那再来这一款很重要哦。委员中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三分之一，且单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他就是要把这个委员会的组成，让社会大众了解说，他并不是有哪一个这个单位，哪一个这个受控制的独任的这个的人就去做的这个行政的处分。我举个例子，你如果让内政部来做主政机关，将来部长如果就是来做行政处分，那部长一个人可以专断哦。那部长照现在的政党政治，他是这个行政院长选任的这个行政院长是照总统来这个来选任的，那这个有比较有政党的这个嫌疑嘛？那这委员会里面还特别讲三分之一不能够超过三分之一的党籍，所以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是多党籍，而且是综合性的。他们在委员会里面做出的决议，社会大众以及我们大家看到应该是相当的信赖度。那当然，受处分的人觉得有意见，还是可以寻司法途径救济。用一个委员会是目的是要所以就算要处理这件事情，也要处理的有公平性、好了，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大家意见都已经很那个，很那个很一致，很不一致了哈。那个我们第四条，我刚刚有宣这个有宣告民进党党团的修正动议，好。
来来来，一句一句，来一句啦，一句，不要紧。我想刚刚这个谢谢部长的说明啊，还有人事总处说明非常清楚啊。我们定了基准法之后其实就不太在立法院的立法，我已经遇过非常多次。我们在争取的时候，每次被打枪回来都是说不要在作用法里面再去设机关，一切回到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基准法。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在立这个法的时候，大家要很小心啊。这个原则是不是从这样的立法要开始被打破？如果是，这个民进党现在是完全执政、完全负责。如果是的话，未来我可以预告，这个此例开之后，未来别人也可以有同样主张，我的也很重要啊。既然在这个立法例里面就可以打破我们这个作用法里面过去说不可以再另立。这一些机关，这个一旦打破之后，我只要提醒各位委员，我们的整个的法治体制是长长久久的，一个立法它也可以开了一个先例。所以你这边一旦打破之后，我不晓得这个就不受控制了。立法院里面各委员都主张我要的这个领域很重要，我要增设这个机关很重要，我都有正当性，那可能就是可以是整个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这个是我要特别提出来提醒大家，因为我遇过太多次在修相关法令的时候，只要委员提出这样的主张，马上是被打枪，就行政院已经跟你说没有这样子，一切回到基准法。那我们今天要立这样子的一个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要非常小心提醒大家。你刚刚说你要讲一句，结果讲了那么多句，其实你那一句就是反对的意思啦。人家刚刚行政总处要讲说尊，假如事关重大，我们委员会来做决定，他们尊重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讨论是不是事关重大嘛，对不对？所以讲那么多句就是一句。来，那个第四条啊，这个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暂保留啊，再后续我们再回头再来处理。这个跟我们委员会报告啊。我们五点啊、哦、有这个地方制度法协商啊、哦、本席还有这个包括林德福委员啊、哦、还有我们叶部长，我们都要去苏院长主持的一个协商的一个会场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逐条协商到第四条啊、哦、那下次我们在排审的时候从第五条开始。哎，还有什么啊？等一下还有一个什么案要处理，人民请愿案啊，马上结束，这个大家没有意见的，来，那不上，那要意见给我们参考，我们没处理。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跟委员会报告，我们议程讨论事项第十二案啊、哦，是请愿案啊、哦。那不知道各位委员假如有没有什么异议？假如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来处理好不好？啊，来，请宣读。审查苏贞广君未建议。默契，没有案。审查苏贞广君未建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应修订为不当财产处理条例，以符转型正义请愿文书案，宣读完毕。好，本院请愿案系针对不当党产之陈请，请委员于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时候参考。本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有没有异议？假如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提供给这个我们委员同仁参考。好，我们按照立法院职权性的第六十七条规定，送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好，啊，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现在在针对什么发言？我知道啊，就是请愿的这个请愿书啊，对不对？就是这个请愿的案子嘛。你是当作大龙没让读册你呢？来，那个请愿书里面他讲到哈，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内容，我刚刚就特别看了一下。就是他对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财产，因为法律时效的限制，
应该要归还给人民或追缴国库。换句话讲，就是说，包括以前，其实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一段，那个不包括光复前后很多人民的土地，日据时代的很多的土地都被登记成国家的土地。那我们今天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法案里面能够把这个部分纳进去，那也是蛮多人民共同的心声。我觉得我们委员会还是要慎重的处理这件事。对啦，你不是无读册，无读册的问题，是你有看清楚无看清楚？我刚才在念讲本件也很清楚啊，针对人这个不当当产之申请，转税改不是你想搞啦？委员于审查不当当产，我们把它哈可以把它列进去，所以我们就要参考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拿去参考，对，不成为遗憾哦，有没有异议？对啊，哦。就请各位委员参考，多数暴力啦，多数暴力啦，免得安尼啦。这个请要拜不落皮的骨啦。这个我们所有的请愿，我们都处理到不想处理的哈。这个天天我们都在处理请愿案啊。那我刚刚有宣告，请各位委员参考，所以要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刚刚这个案，我都发给各位，请各位参考。主席，就是说今天，对不起，假如没有异议的话，主席，我有一个会议询问，主席，我有一个会议询问，好不好？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主席，我刚好大家都有一点年纪，眼睛今天也都看到花了，这么多条修正都没有花，主席很清楚啦。我们审查要仔细，每一个立法，我们审查要很仔细，一条一条一下都修正条。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下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您要再排案，但是下次排案之前，是不是大家有修正动议，请各政党或尽量一次提出来，不然今天已经跨个家拢灰去啊。没有了，按这个修正动议，有时候他们审到一半，他们就提议啊。主席，你主持会，我们提出我们的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处理议事的方法嘛。请国民党委员提修正动议好不好？有意见的委员请修正动议。大家都一次把都先提出来，随时都可以提啊。我们不要临时这样提出来，搞得大家我没有办法去限制委员提修正动议的权利啊。委员啊，你委员一边接受你的意见啊。我们一开始不是讲说，你民进党的党团也不提案出来，那个民进行政院也不提案出来，从以前你们就有提案嘛。你们就把案子提出来了，为什么不把它提出来呢？对不对？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接了，反正他们现在就是多数暴力了，多数暴力了。